聚焦今日农村，讲述感谢故事。大家好，又来到地方村里的故事人物，我是主持人李青。今日个县城作家，咱将来到拥有好在美丽传说的凤凰顶。凤凰山以雄伟的山势、多彩的蛇足红青、甲奇香多姿的凤凰蝶流传于世。接下来，咱就做步来去感受一下。个蛇族人民四大相传，甲部分史学家个考证，潮州凤凰山是蛇族个发祥地，甲祖歌地。2000年，本王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全国共有蛇族人口约70万人，主要分布于闽、浙、赣、粤、皖等五省，建议闽粤赣甲闽浙赣五个山区为主要分布点。凤凰山处于闽粤赣交界处界潮州境内，因此潮州也就有了蛇族祖地的名称。相传蛇族原本就是闽粤赣界土著原始居民，蛇是宋朝之后才有个称谓，为多加火阵的意思。历史上，蛇族大多居住到崇山祖岭甲偏僻山区，所以伊那个自称是山下，意为山内人。1956年，国家进行民族识别的时候，公布以总统关台蛇族人民的意愿，正式确定了蛇族这个民族尊称。蛇族有家己的语言，淡薄文字。山歌是蛇族文化的一种祖先形式，以神话的形式叙述了蛇族始祖盘古的故事，甲昨日起庆的场面。伊人又刻在自古的民俗风情甲民俗文化，都分布于各地的蛇族方腔界史实交代，有这么一部是相通界，这就是高黄歌。多只个晋江时期时代，已经点明了蛇族个祖地。风起东涌大王位，王府造落大更当。皇帝圣旨为人修，铁风连起上潮州。蛇族个这个位始祖连起，从此住到潮州凤凰山落卡，并育有三子一女。大囝满庄姓潘字。二件哪庄西西哪，所以件雷公红头向的河，碧头落庄变西雷，两世本来是西正。从此蛇族人就有了家己的四个姓氏。多这段精彩的传说史实交代，上古时代人心向头的澎湖，带着高星地的三公主来到这个落后，开创了蛇族一宗。至今蛇族花光黄流传着光古神话甲儿子有关的图钉、习俗礼仪、标志禁忌等，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色。最典型的莫过于有着浓厚民族风情的招兵族甲祭祖刀。到潮州凤凰山脉，蛇族主要分布到地方覆盖凤凰顶、文氏顶、龟湖顶、双桥区爱开顶以及招聘龟界招苗顶，也有人口农村人。到望乡界历史发展前好当，蛇族人民因家己的勤劳智慧、勇敢精进，创造了顺利的蛇族文化，成为潮州文化的无形补充。各地对于蛇族祖师的记载，填补了对蛇族文化研究上的空白。如凤凰山的一些传说，也多多相传。美丽的凤凰山是蛇族的发源地，蛇族人民在清爽的过程中，在拓荒识土的同时，也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文化艺术。接下来，邓启良将为咱带来蛇族祖先澎湖的传说。蝶翁村里的故事由北京同仁堂蝶州夜店有限公司蝶翁分公司特约播出。
同一同位听同业就到北京同仁堂。陪咱人中国二大脉搏，民族前途，各个民族都流传伫个古早新民族特色个美丽传说。同咱平安区有一个古老个介绍民族，遐就是畲族。比如洪旺个石鼓坪、文山个李岗坑，还有龟屋个碗叶村，这些物都是畲族祖国个村落。根据民间传说，畲族的祖先是灵强火星，改名叫做盘虎。哎呀，听得出皮死，只件事到底从何说起？来，跟咱坐好好，听我看你来，拍清楚。传说那到养狗之时，当时统治国家的皇帝叫做高兴时。高兴皇帝将来有一个子女。这路线相当怪异，唔知生了什么物件，到个大过卡路啊！所以近来错人都叫这个子女做大耳破。我就是高兴皇帝就叫二位给大耳破为耳，二位娘子卡手六时，家伙头就揭起，将大耳破只耳就裂开，大腿背就扭出一粒。大大粒的卵，所以大清会就将这粒卵揭来放到黄金短板一座鬼佬去顶。粒卵但是放落这四个石蛋起，就推着天顶的红湾和地界的白蕉，围着这座楼，日日美美，又是唱歌又是跳舞，高兴皇帝推了好久。伊甘知呾，这个受上水之末，将会降临南疆个标志，就叫做大清河将粒卵卡开，同伊个纠结，就在粒卵当只卡破，卜个叫一声，一只灵强从卵内就跳出来，这只灵强唔但生好，而且颇有灵气，高兴地如痛如满意，就赐伊个名叫做盘虎。就在过个不是久，盘虎就家己走个深山拿来个修炼法术，质量管理。盘虎就练会了红山开龙哦，最加加每天遁地过河渡海，这种高强个本领。暗好子个时候，到大海对岸个黄帮小鸟帮毒王，大鸟南北来边境个找麻烦。黄兵所搞之处是江阴路烈士的所切都也够死作，好在无辜百姓惨遭所害。高兴帝就派兵迎敌，无奈黄王兵强马强，无兵该干，派出去的将领也都不是黄兵的对手。高兴帝慌了到个偷青口，就组织整大清来参详对策。一件事明明过艰苦口白，到这来无兵，高兴帝就团子出办捷乡。那这天王榜对本事的内容大概就这打。那点个七下有三个走件，一个个摇高摇硬，而且太子贵当陪个人成双。如今黄兵一经超无两将，如果有牛人敢劫黄榜，有兵跨水出征，说破黄兵，办事开双之日，如何到点是三个走件，每半人双一街，皆为虎背，从此高官的座，众辈的徛。高兴皇帝生的大，国生的世界规格才几只的大，夹万人人咬得钱到通心肝。所在，帝王放到城门口打了寡日，不是不得。围观的人就是未知，想起头都得哎呀，三个公主又硬又高，甲未成家，错未嫁就哭了三十，日日哀泣。太爹啊！靠白打半日，我原来是爱跨水去拍荒兵，从未家家生乜狗狗样，冇成只树叫倒顿。你王榜还去听，我唔敢。只等高兴帝无鬼可惜，急到提提昏死死。只台王榜嘅神仙就正对起走，啊起走别，
有这个乡师因厝将王板加落来，现在都断我后子。高兴弟这才松了一口气，就团结着乡师正断根基。这个乡师就对着神仙大摇大摆，惊正金断。高兴皇帝甲正拜，请隔马一退哦。无怪哩，唐早把银锤将王棒夹落来，王来夹棒子个么正是胖虎。高兴弟过面就嘟嘟，嘟，甲王棒开兵将将，社会小可，点子江山安危，卡当之时，我有啥物本领，更加想夹王棒哈。胖虎暗暗就起走，啊起走别。爱刷土方便，这个背后每天有杨将之术，这样能够买高成功。高兴弟听了，哎呀呀，过去艰苦出来胖虎都来打人物的，也推来比较回放的本领，心里在欢喜，即使团子向胖虎做正义大王帅，每一只狗家爹主命点将挥师出征。坐在胖虎个套餐椅，提早别爱刷土方便，明人的参观王八，只说每千只先状元王方便，自可成功。高兴弟听了如更欢喜，大家接生也如更好。不过诶，方便时代乐得多加小心。于是胖虎就识别高兴弟，家己来到海基，准备嘅一声狗嘅跳落水袋，把人无变团，伊下啦嘅施展渡海之术，明只困境就来到对岸荒荡嘅国土。这个时候，黄王正到一个王境来大摆宴席，请出大千回做不来接。因为只出没出事点点太阳啊，黄王如写如心思啊，而到大清湖啊，要后水位就吃大片啊，才哩歌功颂德。但是乐直播我直播，只个黄王三东会三东会，无只空镜到街就偷拍拍醉到那呐。黄虎乘此机会，正正就弄入黄王的情境。我的黄王醉卧到凌晨之前，初欢，伊吹初高高念念到大满屋的，真是人，我耍过个，见得人做太团的袂惊做钱，见得做做事，还是有真天惊生做有错，比你生的爱做你做做你耍耍，哇，听得这首话。黄虎生得黄兵到边境的暴行，真该是怒从心头起，啊，向打边生。伊雄雄挂发兵来到黄王面头前，该嘴念夸夸，对黄王该头大大力一夹就起来，哈一夹。黄王搞该头，样样就给黄虎夹落来。黄虎就夹的黄王该头出了王境，来到海基，准备叫再跳落海洞。回归本国，听到方便，发现家己的祖先，家头无王无故去人家去，黄榜则是历史大乱，左冲右撞，再那是对外来了乘客，先爱派兵去扰乱，就是乘客已经走远，也叫做抓无头袂惊，黄王只在死，国事无人打理。黄榜迄个班是伫咬咬派使者向高兴弟求花，并且交上行职书表。高兴弟看着胖虎将黄王个头夹倒转来，相当欢喜，再头讲点比。胖虎乐极一抓，光头不笑，顶顶当当先死伊了，来日再红了，大超为官。胖虎就磕头谢恩，但是呾。别，每天不忘高官高禄闲事，只求别的恩典，将三公主和陪于我。这个高兴弟听了，当天我去，
对三个走件对半的就是这位三公主上眼上高平时以为上实虽然他盘虎立了大功又心怀作忌但是做你打也是灵强啊公主在这口给不你爱不给王邦顶杯白纸乌字写到清清楚楚也会打出打击都不肯投我高兴地就先该注意给盘虎暂时拖落去伊就将三个公主调来，加作金乌彩能摆作这个紫色装扮，然后又将盘虎调来，建议到这座南关半人台地界是三公主，也是他热爱的处，就借伊为伙伴。坐在盘虎卡手相当咩，面不可交，该吹白夸，对三公主眼光加到紧紧，高心地无变，只得个盘虎呐。既然如此，顶主将三公主何陪伊了？只是一件，三公主是男，女性是灵强，如何成亲？黄虎大别，这个不哦。只是别事半我一关帮，我家己关到短半一百日，一百日够就有人会变作男性。不过有一件。我是一百日之内，无论是咩人都无来推我，也是把法术一破，好个就惹正去。高兴地就听伊个话，真是事关半半意，甲将伊禁到房内，并且团子任何人都唔准行过。这当盘虎家己关到房内，好在日起，好在为美丽响亮个三公主，等到麦里提到暗子，磨青胖月。袂得得一百日，你个目就过去。等到第九十九日，公主如生如未死的，想当我只会陪丰富金到房内一会正久，袂是袂熬大袂倒困，万一若是有介闪失，这病如何是好？三公主生得感觉慌乱，主客出完好问清楚。这个时候王后也感觉紧张不怕哪人就坐下来到房外同一个救急公主就隔着门旁对房内一躺她的盘虎已经基本变成男性只是从个头也不会变定所以再过一日之后蛇就变传播死的就是公主跟王后看伊爹只会卖吩咐，甲卖来惊死高兴，情不自禁，迄个叫做切，切真袂袂得啊！黄虎到房内，听到外口个切声，大愕一惊，在呾天机已经泄露，无人再变，功败垂成，伊嗨呀，个头个大开，个门就开，个人就惊出来。公主感觉惊起，唔单个因为做呢，仿佛只大门经过的公主听了后悔到多唔多诶，高兴地无病，只得对行立安，将三公主下给仿佛，仿佛一时就成了邓秋虎妹呀，本高兴地哄作董永大王之子，过个未久。仿佛因为台唔惯朝廷内部高薪度格正宽度位。何止？伊做个高兴地起灶，那起灶额温，清晒个家来，原来是徛到凤凰山。今日伊个大当公主回归故里，高兴地也背唔好即时转灶，后尾就带着公主倒转来凤凰山。那安只件就到深山拿来砍叉割草。打了一个流咩起啊落来，等到隔年，公主就生个 BB， 过个一年又生个个男子，这两个呢，公主就个盘虎生了三个大宝囝，个一个子女囝。好在即，公主独生就带四娘百万，后尾就带当公主个四个农囝一路状元囝生。二两是交通工具的落后，仿佛心事里有，就将个大囝
错到半段，段子囝错放哪段？连我许两个农行就拖一街，甲比一街。一行了福古，终于到，大惊声。高新皇帝通了国民意义，对我个孙囝是有志见呢，亲热王府。因伫澎湖个大囝错到半段，就随生搬，搬字咱一搬读，都是读判。段子囝错到哪段，就随生哪。我该生大只事事的只个时候，天顶噜的一只声，卡了一个响雷。高新帝就说个段三外孙生雷，我有几个外孙嫩，高新帝就说伊将来几个按生的街，就对生的街。后来澎湖的走件就嫁本一个姓曾的男家，人家两人过到心清清，也就对伊姓曾。大件声徛了一段时间，父母甲公主就辞别高新帝，倒转来凤凰山，到家己的家乡。父母甲公主甲做两家伙，一方面开园种菜，一方面行药服务，日子过来到相当艰苦。为了继续收粮本领，父母澎湖就辞别公主甲两囝，家己孤身一人来到庐山。有一日，澎湖正到口粮拍落个本领，唔知过我伫只山野，本个硬个转地，地高到悬崖边界上面。父母澎湖就在死，我个两囝无病，只得仰造他乡。天隔一方，父母的大囝姓潘，伊家己人落海漂流，但这每起就渺无音信，只有姓那姓雷子落个两囝的后道，去到各地弘扬声色。虽然经过几千年的时间，到现在依然是名扬不足，多多相传。澎湖的传说到社会四大相声广为流传，到彩年的变迁中，写作为东华民族留下了美丽的诗篇。到正道行道保留的诗作南文风俗开学等等，仍然可以推到写作灿烂文化的印记。好，感谢你收听南文起的节目，爱去听陈丽的故事，那再见。